凭什么这家店可以归你管？凭什么整间店只有他有电风扇可以吹？人家是国师哎。嘉玲啊，妈妈跟你说哦，我们入围啊，就是肯定。而且你还双胞胎呢。阿尊兄，哎呀，不行的。队长，现在双手挑衅意味越来越浓厚了。俩系不是今年的落差。当多年上万的新歌，俩只温度挺重。曾小姐嘛，怎么样？这件很开运吗？老师，这个开运假睫毛真的很开运呢。老师，是这样子的啦，今年我要主持金钟奖。什么奖？金钟啊？金钟奖哦，来抽这个，如日中天，万众显意的，介绍给你。闭上眼睛，想象你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再想象台下坐满观众的时候，最后再想象你手中握着40公分金钟的时候，来。抽下去，这搏击呢？到处就有人感应啊！你看那个什么唐启阳老师，都会吃，都懂吃，吃到变公司，会吃才能接通。命令发布对紧张时间。第57届金钟奖可以说是非常残忍，为了争夺奖项，不止同趣自相残杀，甚至还有自己杀自己的行为，令人发指。现在马上来关心连环命案的最新现场状况。队长，现在凶手挑衅意味越来越浓厚了，死者的下半身到现在都还没找到。谁？阿尊兄，哎呀，不行的。阿妈，你那么自由的娃娃。啊，饿死我了！终于可以不用再为金钟奖减肥了。这家猪脚真的好好吃哦。受不了，受不了了！美味しいね。啊啊，皆さん、乾杯！はじめまして、私はドースで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喂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可以抢走我的客人？你凭什么这家店可以归你管？凭什么整间店只有他有电风扇可以吹？哎，人家是国师哎，你觉得呢，陈嘉玲？不要问我这个问题，你看不出来我现在压力很大吗？我怕他，不要我妈妈！嘉玲啊，妈妈跟你说哦，我们入围啊，就是肯定。而且你还双胞胎呢，来了，放轻松了，喝茶喝茶。你这茶冻好了吗？温度嘛怎样？俩系不是今年的落差，冻多年上万的新歌，俩茶温度挺重。因为我声线真的是中间在偏高，然后柔柔，他们就会在我每讲完一句话之后就开始重复。老师，我要去厕所。老师，你要去厕所。一学我就会背脊发凉。当你知道你比不过别人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想去努力去证明自己，说，我是不是要搞笑？我是不是要做更多？
证明自己很厉害的地方，比如说是我很会搞笑，我逗人家开心，他们就会跟我很好，或是他们愿意跟我玩。所以当我在做影片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我可以掌握这么多人的目光，我可以说故事。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阮月翘。我最近在看一个节目叫做我们回家吧，那个节目在越南很红啊，我都从早上看到晚上。我们进去吃饭。 Let's go back home， 让我们回家吧，我会走完曾经错过的美丽，然后找到你。月娇，好久不见了，好久没有看到你。哎呦，来吃饭，来吃饭啊！你一样漂亮，好香啊！好香，好香啊！好好吃。听说这家店在花莲很有名啊。这个店在我们花莲是神店。神店。哎，到底要跟人变成这家店好有名，在国中的时候在这边吃饭。吃哦。我们补习一定要吃这间店。哦，所以是学生的爱店。超好吃。超好吃。我以前在那个。在以前补习的时候，只要有人提的这个东西进来，我就觉得好香，好香，就没有办法上课，就觉得什么时候才能下课，这种感觉。哦，好啊，好，月娇回来，阿憨。嗨，各位朋友们好，我是阿憨。练武林很久了。哦。很久很久了，40年有了。40年哦，那是不是可以租便宜一点？没有这种事情。那现在是怎么样？现在就是我想要在花莲。定居，所以呢，想要在花莲租一个公寓，然后就拜托你帮我找一个房子，这样。来，我们上四楼。啊，这四楼我走得有点辛苦哎。你真的要加油了哦，运动量不够啦，一看就知道。哎，也太高了吧！阿姨自己走错了，我自己走错了，吓死了。参观一下啊，厨房也不错呢。全部都帮你用好好。那你这样房租多少钱啊？3万块，在花莲租房子要3万块。开玩笑，10000多。我到了差不多5年级吧，就是只要一下课，男生全部就会去打篮球。那个时候我整个是正，就是很完全没有办法接受，突然转变那么大，就是男生会变得更男生，女生变得更女生的时候，一个人坐在教室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完蛋了，我没有朋友了。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开始会被嘲笑。嗯。然后尤其最严重是国中的时候，就是我只要一讲话，因为我声线真的是中间在偏高，然后柔柔，他们就会在我每讲完一句话之后就开始重复，老师我要去厕所，老师我要去厕所、oh. 老师我要到厕所学你。然后我那时候是一学我就会背脊发凉、嗯、就是我会觉得我完蛋了，就是当你知道你比不过别人的时候，我就很想去努力去证明自己，说我是不是要搞笑，我是不是要做更多证明自己很厉害的地方，比如说是我很会搞笑，我逗人家开心，他们就会跟我很好，或是他们愿意跟我玩。所以当我在做影片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我可以掌握这么多人的目光，我可以说故事。可是当有些人他们也许没有我那么有才华，他们怎么办？他们就会一直在那个弱势当中爬不出来。当然我有时候我自己的影片也是会有点小戏虐，但我永远都会知道我自己应该要去抓好那个分寸，因为你是弱势的时候你是真的很痛苦的，就是觉得啊，大家都是人，为什么跟我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真的好可惜，真的好可惜哦。我有时候连我现在当 YouTuber 我当那么久呢，都常会觉得为什么我还是都会害羞，都要靠模仿来伪装自己，因为我模仿的时候是真的很自在，可是当我回到自己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演自己超难的。那时候我真的是亲身经历的例子啊，就是我然后动不动就觉得有点烦恼的时候，我就真的会去找算命阿姨，然后就跟我说，你明年会出车祸，你要不要我送你一个小八卦，那一个八卦要6万多，我说没关系啦，这保你的命，你的命重要，它是6万重要，然后我们就一直互骂，然后很好笑，就说你明年车祸啦，我就说你就骗人神棍哦，全台湾啦、啊、就我啦，九天玄女唯一指定姐妹。
恭请九天玄女驾到，800英尺，500英尺，降落，降落，100英尺，中华路2段55号收到。九天玄女无边之法力，天机不可泄露之玄妙幻法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汉，阿汉破影片里面的阿汉。陈志豪，这站不要来，那个人就很白痴哦。因为我本身我就是很喜欢乱观察人，然后以前发现国中妹妹的那个讲话风格，然后还有动作都很有特色，在大学同学面前模仿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超好笑，然后就慢慢的一直在培养这个路线，不知道大家那么喜欢这种奇怪的东西。我之前打工的时候，我就有用那个声音跟陆客讲话。你就是很马吧，你转型我就不喜欢，特别是你那张脸特别丑。他们被我搞到糊涂了。你为什么一下有台湾口音，一下有中国咱们的口音啊？为什么？你可不告诉我，你还要叫我把我身份证给他看，那个真的很难。那次是真的发高烧，然后重病，然后刚吃下那个退烧药，然后快好的时候，好像又搞笑，然后就把手机拿出来，我素颜跟化妆一样漂亮，哎、欸，好像哦，然后就继续拍，哎、欸，真的越。好像上升，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讲那么多，那嘴巴那么甜。欠债那一支影片在录到最后的时候，自己蹦出欠债这个词、欸。上辈子是薯条，所以你这辈子欠债你。因为其实我都没有想我之后会接到什么，然后就自己乱讲，然后讲到欠债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实在欠债，然后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个点子。那时候我真的是亲身经历的例子啊，就是我然后动不动就觉得哎、欸、有点烦恼的时候，我就真的会去找算命阿姨，然后就跟我说哎、欸、你明年会出车祸，你要不要我送你一个小八卦，那一个八卦要60000多，他说没关系啦，这保你的命，你的命重要还是60000重要？然后我们就一直互骂，然后很好笑，就说你明年车祸啦，我就说啊你就骗人神棍哦，我从小就很爱讲话，然后他就叫我说来文翰出去。我门开着，你现在就出去。然后之后发现我可以复制他的声音，我就用他的声音去讲一些不该讲的话，就同学今天停课。我觉得阮月娇算蛮明气的，因为我把他设定的，他就是有点呆呆萌萌的。有时候走在路上，然后大家会看我看很久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他怎么不叫我名字？他突然说，哎，阮月娇。我是阮月娇，喜欢睡觉，喜欢包水饺，不喜欢绑票。日文是有普通水准，但英文就是更烂。但是其实你知道，你作为一个表演者，你就是要逞强。所以、我不会让大家发现我英文很烂这件事。其实我脑子里有塞满很多我很想画的东西，最近这10年哈，故意给自己台阶下，就会开始画啦。我觉得我画画就没办法画出好笑，我只喜欢那种很好看的画面啊，或是能传达的社会价值，或是那些文化，我就很想要用那个画画来表达。所以我没有想要画那种搞怪的插画，这对我来说是不是我喜欢的东西。当它没梗的时候，我就自动就去画画了，因为其实。不可能一辈子都有梗啊，那对啊，画画还是我最爱。Hello， 我是陈志豪，今天的访问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的人，就继续支持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下面雨耶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切切地切切，那最多一个萨婆，那么7000万的海鲜，三重四的，别帅，可不可以？我没有满意。你姐姐镇定好不好？是谁找道歉啊？学妹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要我道歉，那也是有可能的。对不起，我今天来到我同学家，他把我找过来，你看我要怎么进去？他自动开了。黄路子硬找我来他家，我叫王丽萍，我们现在走到里面。哇，王丽萍，太久了吧？什么太久？你这里很远呢。王丽萍，怎样？我要送你这个，谢谢你。这是我都做的，上面有一个名字。什么名字？王丽萍的英文名字是汉吧？是吗？以前都是模仿老师啊，同学。大家觉得？哎、欸，叫他汗出来啦，弄不下，那像这种3年3那首《公薯条》是第一个，公薯条算是第一个爆红，前几个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第四支了。上面哪一集他更早一点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啊。然后
我是他那个影片一出来之后，我就开始在我自己的脸书一直在模仿他。但是我以前就是去敷衍别人用的声音呢，真的、啊。人家说、哦、我跟你讲，我用了怎么着，真的很棒哎，你觉得很好用吗？太可怕了吧？是谁呀、啊？我的回复太慢，完全看不到啊。虽然说我们看到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外面的天空啊，真的是倒。你有没有看到天空？有啊，看到天空。你有多久没有看到这片天？我觉得好哲学，我们这一幕好像是某个电影场景。大家把眼睛开，可以看到我死掉了阿嬷。不要乱讲话。阿嬷在吃香灰。不要乱讲。快点把那个眼镜拿掉。他开始要乱讲话了。你想拿掉吗？想拿掉。蛮想拿掉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啊，请你用炫富女朋友角色跟我认错。好狠哦！我要跟他认错。好，那他想拿掉怎么办？你用愉悦的咒语叫出魔幻舞台，然后就可以拿掉。好啊，嗯。我上面愉悦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切切的切切，那诅咒语叫萨婆诃。那么七千门的海神，三重是的。元帅，可不可以？有没有满意？有没有满意？对。姐姐，镇定好不好？是谁找道歉啊？学妹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要我道歉，那也是有可能的。对不起。你的日文怎么那么好？就是有老师教我，可是我也没有非常厉害啦。就是。可是因为你那口音掌握了。非常好哎、欸，你什么时候来台湾哦？学多久中文？哎呦，大概是六年前吧。六年前从日本来到台湾，我觉得真的，台湾的文化是相对在日本来讲是非常有魅力跟吸引人。啊，そうですね。そうなんです。どこに住んでいる？僕は今東京に住んでいます。東京？そう東京？そうなんです。あ、すいません。あ、字幕他说他不会ね。あ、大変ですね。大変。字幕はいらないですね。あ、大変ですね。あ、すいませんね。あ、時間過了15分鐘ね。うわ、15分鐘。早いね。台湾的时间太快了吧？太可怕了吧？台湾的时间。好，我现在来看一下我画的阿汉。天哪，好可爱哦！这个阿汉本人。哦，谢谢你哦。他很帅。很帅。林月。林月，你要用他的名字。林月。林月。谢谢我吗？会。可柔，我是林可柔。王丽萍，王丽萍，杨洋，哎呀，他在哭，他在哭，嗯，然后我是尹恩，金尹恩，我是日本人啊，是宫森先生，宫森先生，哎，这个是宋老师吗？宋老师，对，我们这一班宋老师，谢谢你，真是感谢，谢谢同学们，再怎么乱别忘了。宋老师，有什么任何问题？宋老师，好，看一下你的。然后把它画得很水彩。哇！哎呀，转快一点，转快一点。但是你把它水彩画，哎。因为我发现我一开始很认真，想要涂满满的，可是我发现花太多时间了，我就开始放弃，然后开始把它加水。我就觉得 BB 啊球，我对你的印象就是那种 Sunny Girl，BB 啊球，对不对？你对我的印象是我的 IG 账号吧？对对对 ，IG 账号，因为我们是网友的关系。我们是网友，耶，网友见面。我们在网络上认识两年多对，才认识。第一次这么熟悉的。第一次讲过的话，我们以前就是啊，拜拜 ，Hello。